十七道评总纲背诵，四四四，五五七八，念住正勤是如意，五根五力七菩提，八正道共三十七，十二因缘也知其，解脱三昧无相无愿空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学佛入道门，正知见在心中，三十七道品你我要精进，念住正勤是如意，无根无力起菩提，八正道共三十七，十二因缘也知其，解脱三昧无相无缘空。观世修行门，观理修行门，不妨一道必成。学佛入道门，正知见在心中，三十七道品你我要精进，四四四，五五七八，四念住，四正勤，四如意足，五根五力七菩提分，八正道共三十七，十二因缘也知其，解脱三昧无相无愿空。解脱道观世修行门，菩萨道观理修行门，二道圆满成就佛道，你我不放逸道必成。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，生而灵断，为生而灵不生，为善灵生，以生善灵增长，如意是神主，一念清观，无根无力心境念定慧，清定舍，心诚法喜净，七绝念智通定慧，四念住，身受心法，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，身受心法，四正勤，勤善恶，以生恶令断，未生恶令不生，未生善令生起，以生善令增长，是如意足，欲念勤观，善法意，念念精进，观察得智慧，欲念勤观，五根五力信尽念定慧，八正道正见，正思维正语言，正明精进正念正定，诸
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涅槃寂静是为善法印。无明心识，是愿明舍，流入出手爱去忧。生老病死，忧悲苦恼，十恶因缘流转门。观世修行门，观理修行门，无妨一道彼此。七觉之心浮清定舍，心诚法喜净，念之通定慧，心浮照用定三之清定舍，心调成用慧三之华喜净。八正道，正见思维，正语业，正命精进，正念定，十二因缘法，无明行识，圆明色，六入触受爱取有，生老死修行人，一处即止，爱之取之无，其事而还，不过彼，还灭时因认孤独。